今仔日是每月未少的机关团体拢会举办每月为着生源，何必定信用中心福利宫，今仔日嘛准备就千分的加酒，希望好民众会当伫每月之间，我来添八公的福气。民众当来排队领取加酒，边啊福利宫副主委杜东宏，佮客气萨克斯风演奏乐曲，和现场增添欢乐气氛。今仔吼，就是咱的每月吼，啊，咱何必吼福德吼，咱福德宫福德精神吼，因为咱头月是二月二，吼啊，咱的每月就是十月十二月十六，吼啊，今仔伫这个每月当中吼，咱迄个福安，咱迄福德宫吼，咱阿伯公啊有传着规工的麻油果酒，吼啊，当然咱有足多神神大德，伫这一年当中，伊来求阿伯公啊来保庇着因做生意家庭。哦，平安顺遂，有种种真多因来求的，哦，嘛有足多咱的跩信众，有行到咱阿伯公啊金牌，总共有二十几块，就是伫这一年当中哦，咱阿伯公啊的神威，啊，伊嘛为着要来给，要来答谢咱这个阿伯公啊，所以讲今仔日真多拢传到吼，咱的生礼、水果，哦，啊，甲以及吼足多咱的圣品来甲阿伯公啊答谢，要感谢伊一年当中吼的保庇。啊，今仔日阮主委吼，嘛规工，咱社主委规工吼有传着麻油果酒，啊，甲一寡吼炒面，佮种种，吼，啊，要欢迎讲吼，咱全部吼，咱会跩和美大乡亲，吼和美镇的迄个跩乡亲吼，会当来咱福德宫拜拜，啊，佮食一个平安。由主委谢明杰、镇长阮厚觉等人，做伙向八公啊上香祝寿，祈求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全体一同三红牛，一红牛，再红牛，三红牛。今仔是咱啊，河尾福德宫吼啊，咱每月今仔是十二月农历十二月十六。啊！即个看到最侪的咱啊，何必定咱遮的啊信众在顶呢？啊，今仔伫买个来甲咱福德爷啊来祝寿吼！啊，今仔看到啊最侪啊，咱庙方嘛煮啊猪脚面线啊，加遮的啊一寡素菜素饭吼啊来哦，咱遮的啊信徒来吃啊，伫咱委员会遮个啊谢明杰先生带领之下呢，啊，尤其委员会非常非常的健全吼，员工是咱何美镇内啊，咱的信用中心啦吼，啊，咱初一十五啊，初二十六啊，咱的百姓非常多来遮家咧参拜，让咱福德爷非常的灵性吼，有求必应啊，阿林今仔嘛吼啊，拄啊买个啊来遮家咱福德爷啊来参拜啊来祈求啊国泰民安哦，风调雨顺。福德精神是保佑一方乡土的主要使命。民众不管是外出求学、就业，出门前拢会到八公仔面前祈求保佑事事顺利。新中华新闻李明宏、何美采访报道。